Uno。Listen up, y'all, 'cause this is it. The beat that I'm banging is delicious。各位汽车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现代汽车明庸。请让我为各位介绍一下这次 J-POWER 特试版的影音升级部分的内容。现代汽车为了回应广大车主的支持，在这次 J-POWER 新车型当中新增了 JBL 专业级的音响，其中包括了四个车门的高阶同轴喇叭，以及有非常强震撼力的重低音喇叭，构成 8.1 声道的专业剧院音响，在这辆 Elantra 当中，让车主呢能够有酷炫的外表之外呢，还有很强悍的听觉效果。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，是 JBL 高阶同轴式喇叭。它除了有专利回转式的高音单体之外呢，它还提供了分流器，能够提供更宽广的音域以及更清晰的音质。此外呢，它搭载了专业级的扬声磁铁，是普通喇叭的质量的2.5倍，因此呢，它的高音更加清脆，中音更加的饱满。在我手中的这一组 JBL Bass Pro 6.5寸主动式重低音喇叭，它有独家的 X 造型，更加前卫，更加大胆。它内建的扩大机能够提供最大输出200瓦的功率，让各位车主能够享受更震撼、更临场的剧院效果。在我们四个车门的高阶同轴喇叭当中，都附上了 JBL 原厂授权的金属铭板，提供消费者做一个很清楚的识别。在后箱的 X Pro 的重低音响当中呢，为了顾及到整个后箱的完整的便利性，特地将音响放置了在侧边的位置，车主一样可以使用6/4分离的座椅功能来做最适当的空间配置。Hyundai Elantra 跟知名音响大厂 JBL 所合作的 J-POWER 版，限量100辆，搭载于旗舰版车型上面，原价77.9万元，限时特价75.9万元，欢迎各位朋友一起来体验最真实的临场震撼。Taste it, taste it.